在丁九橋這裡，大會將往九龍方向的橋面封閉了造菜道，另外一邊的橋面就繼續行車，期間有人跌親擦傷手，由醫療輔助隊人員治理。你而家行過影線位，咁啊好多碎石。你而家依度見到好多碎石，咁啊有機會失。19歲嘅英國參加者史葛用咗大約個半鐘首名衝線，抵達尖沙咀嘅終點。前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黃金寶同埋黃允耀等亦都順利完成。今年改咗賽道啦，咁啊先踩青馬大橋。